完没完了？我来了，来门口站多长时间？你怎么当面？你当面有什么事？当面跟我说。来，干啥？你能把那牛蹄拿过来糊啊？啊，我要吃啊！啊，我要吃。弄好点啊！你怎么吃呢？怎么弄都行，你弄好吃点就行。我要走了。出来呀！出来！哪家出来呀？后面有人呀？啊？后面有人。猫来了。你干嘛？整啥呀？啊，我二哥就是要吃它吗？他干嘛呀？不了，看人家跟救着我似的，完蛋，不能吃，出去就跑。那我不知道。我刚上你家了。上家了，不知道你跟屁股着火的是，我说话都没搭理我，成架就去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就把这肚子他要吃的没给弄了，反正不是我搭的。哎呀，老板，你起来。有事啊？哎，干啥去了？啊？干啥去了？上你家干点事儿啊？停！这差点门开不开？这两下子，你呀，你把我要了，强不强？往前放一放，你是不想要下来呀？啊，好，给一孩子。啊，你上家去骑电动车就接他俩去了？啊，慢点去吧。哎，我二哥，你这水平行啊！你还念慢点，呀，翻脑袋。我二哥小车开可稳当了，那就有点漏风，拉风。那全都能开出来，开到那个破奥迪去接去。我的妈，我不能整上车去接去。行，我怎么给弄上来了？真的行，虽然就是没有那么好点，他也叫个车呀。那真的，里面我跟你讲也不漏风。还要给我们垫个小浴垫，这内饰很简单。二哥，你没把你那个空调那小炉子拿给俺放里面，空调都给吃不上。过两天，我给俺个锅炉在里面，暖和。哎，你说我二哥，我这边往下一放啊，那你就不让牛蹄子动，挡风。哎，牛蹄弄上了，都给你弄上了。啊，行，挺好。进屋吧，晚上好了，咱们就去吃。给你们好好补补啊。进屋。哎呀，乔哥回来了。乔哥，二小子。嗯。你还没开破玻璃了呢。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哎。咋地呢，老大？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我可以那拿排骨，咱晚上炖炖。哪里有菜了？我说。嗯。哎，我说怎么的？你啊，这大山排骨不行，不够用啊！就把你那排骨拿走得了。怎么的，二哥？那都下锅了。那你拿着就动。你拿走吧。哪天拿的？哎呀，你拿走了，这玩意儿谁要啊？你这玩意儿。是吧？谁的玩意儿？你拉什么来的？我二哥给拉上来的。二哥开大奔带俺俩来的。奔呢？在那儿啊？那第二个。红门。咋的？你不扯淡吗？你这玩意儿，你后面都漏风，他俩不动完了吗？后面不漏啊，后面我可以再加个棉被，我再怎么样，我可以和棉被扣上。你就净扯淡，你一天怎么的？我到时候我再安个小锅炉上。那冷不冷？不冷。完了，我二哥，人家那敞篷都是帆布的，我二哥这敞篷是塑料布的，咋的？他打？行，牛，我就谁也不服，我就服你牛。赶紧的吧，爱哪去哪去吧。你俩进屋待会儿，进屋别那么冷。嗯，进屋吧。我去拿排骨，我给人拿过来。来了，咱进屋坐，别那么冷。还行，今儿。还行啊。嗯。你干嘛？秀儿，你有我，少搭理点桥。嗯。那么大人了，活不干，那赶上该溜着开了破奥迪，可哪过？那也不能不说话呀。真的，多大了还不干活？你不像我来家没有事还能干点活。你一老夫妻，感觉乔哥挺好。好哪有好啊？那好那么大，还能那什么？什么活不干？别人也不
你完没完了？我来了，来门口站等谁呀？你怎么当面？你当面有什么事？当面跟我说，啊，我哪不对了？你当面跟我说行没有？你背后挡我干嘛？我所有经历的苦，干的活你看着了？干嘛？我一个什么活不干？干嘛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吵什么？搁外面高高的啊？是不是？说什么事？你问好了。那干什么？拔什么根根？有话好好说，拔什么根根？拔根什么的？拔根不行，怎么的？不行！你坐到那，我靠，你怎么事儿？今天拔根呢？啊，小哥，跟谁拔根根呢？没事，那根啥呀？不是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做你的，你做你的，有话好好说呗。不是，你知道怎么事儿？你看，我不知道怎么事儿啊。别搞这块呼呼哈的，打这欺负二哥。行，小哥，没事。你觉得我欺负他呗？没事，你觉得我能欺负他？你要不欺负他，你就不能跟他一样的，知道吗？老实呢。走，全全来回吧。你要不欺负人，就不能跟他一样的。好了，多大？没事，一天间呢。没事，这自己弄点事破事儿，弄不明白。没事。你聊他干啥呀？就一天就一天跟我姐俩这样，但是你那你俩能成还是二哥哥你们能成？你干啥？你不是咱们哥们都心里有数。你说我跟秀儿咱们从小玩大的，你说我还能对秀儿怎么的呀？我寻思不聊不了，都谁知道完了，上劲儿了，上头了，哭哭的，气哭哭的。你看看我那家伙，你光一脚踹门，我刚才我就牵手进去了，刚呜嗷的。那我寻思，我说这怎么了？我说气发，俺哥搞那玩意桌子跟那啥似的。人别吃，别留了。我能要吗？被姑父捣我都不是人了，二哥、小哥，这二哥给我捣完了，小哥，真的。跟他俩一样干啥？你说你们有事，你要不聊呗，还能吗？去死！真太气了！你去你活该，你怪你自己。我出轨了，我不聊才好。这百位就出不了。吃不了。怎么不行？我要大伙蒙蒙啊！哎，这啊，这欺负了两小时的。这怎么用？这都钻不动，钻不动，就像橡皮。不行，我再弄个啥子呗？都烧四捆了，媳妇他妈在那等着呢。你等着也没有。今晚能不能吃啊？够呛了，今晚等就吃不上了。晚上等吧。怎么不给他胡说的？半夜那也是。二哥，啊，我没好。快了。快了，不行，我不搁这吃了，我们回去吃一口吧，太晚了。还没熟？没熟，我帮帮硬。帮硬了？你怎么着啊？我开车去送你了。不是，放点钱回接你。啊，我坐他车。啊，我也走，我也走。走外头吗？走外。还不走啊？行，又不乐意了，这臭宝又不乐意了。你说怎么你也是的？我告诉你，早晚弄，真是。你说完我就动，你赖我那谁？你拿着牛蹄犯出的毛病，那我什么锅犯错了？你看啊，走了。是啊，你好，明天咱早点回来啊，早点回来。开车吧，也没把。我已经要呼了，慢点走，慢点开车啊。啊，我走了啊。年一天呐，真的。你赖啥人？龙跟龙有啥关系？拿来就开始整，俺俩一直都没闲的。关你拿牛腿赶上铁牛腿了，你怪谁？你那牛腿是老牛啊？都呼多长时间了？烧四捆家伙了，那都不烂乎。那咋整？咋整？咱啥咋整？该瞅的了。对吧？那牛肉汤都干出来了，那牛肉汤都熬大白。我也不拉倒吧。你自己弄我，我还不吃呢，我弄了，我加泡面不吃，我跟龙吃方便去。你哥搁这加火，你给他熬吧。你秀熬牛蹄的，我在这熬。